上次我有讲嘛，就是在和声的部分，团体一定要有合唱，然后在你的表演上面一定要有一些互动。那今天其实有几组做得不错，然后印象蛮深刻，有一组还有搬那个桌子上去，对不对？感觉应该就是至少能够报一个最佳造型奖回去的感觉啦，哈。对，然后但是我觉得最 surprise 就是今天好像合唱团也加入我们，对不对？上次好像吉他社，然后那个摇滚社都有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要证明自己，证明在北艺也有一个合唱团这样。那刚有点到呢，其实应该成绩都不错啦。然后希望你们能够透过这比赛，然后越来越喜欢音乐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下次也可以再过来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谢谢。Yeah.